欢迎大家咧嚟到时代经过逆中寻道，我哋呢个加料版延续篇就系、是、逆中寻道嘅复活节福音经过研读。咁咧就有少少信众要求咁啦。今晚就我哋圣周经过咧，就过去嘅六个晚上，星期一至星期六晚咧，就已经即系同大家一齐睇咗六段嘅经过。咁今日咧就係、是、復活節主日啊！喺呢一個朝頭早，歷史上嘅呢一個朝頭早，歷史上第一個復活節，就係、是、啲門徒發覺耶穌嗰個被安葬嗰個墳墓係空咗，耶穌嘅屍首唔喺度啦。後來見到復活嘅耶穌。今日咧，呢一個復活節經課咧係約翰福音20章1至18節，經文係咁講嘅。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早，天仲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里面拿走了主啊，将主移走了啊，我们不知道他们放在哪里啊。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去，两个人一起跑，那个门徒就跑得比彼得快，先到了坟墓，低头装下里面，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但他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就入了坟墓里面，看见细麻布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一处卷住的。然后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亦都入埋去，他就信了。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讲耶稣必须从死人中复活的意思，于是两个门徒就回去自己的住处。玛利亚却是站在坟墓外面喊，他喊的时候低头装入去坟墓里面，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了在那里，一个坐头那边，一个坐在脚那边。天使对他说，妇人，你喊什么啊？他对他们说，因为有人将我主拿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放了他在哪里。讲了这个话之后，他就转过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但是他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妇人，你做咩喊呢？你找哪位啊？玛利亚以为是一个看园子的园丁，就对他说，先生，如果是你将他移走了，请你告诉我你放了他在哪里，等我可以去移他回来。耶稣对他说，玛利亚。玛利亚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即是老师的意思。耶稣对他说，你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未上升到去，升到去见我的父。你去我弟兄那里告诉他们听，要去，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亦都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亦都是你们的上帝。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向门徒报信，我已经看见主了。他又将主对他讲的话都告诉他们听。根据约翰福音这里所说，抹大拉玛利亚是第一个看到见到复活的主耶稣的人。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即是为什么会是玛利亚呢？芸芸这么多人之中，为什么是玛利亚，即是第一个见到耶稣呢？玛利亚呢，第一个去到坟墓里面，刚才的经文是这样说，玛利亚第一个到达坟墓，见到石头已经被搬开了，他就回去报信，他没有进到去，没有做任何事，二话不说，他回去报信，告诉其他的门徒听，告诉他那班兄弟，那班手足知，彼得和那个从来没有开名的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呢，就立刻飙去，那个门徒呢，就跑得快过彼得，就先到了坟墓，就低头装在里面，
見到細麻布仲喺嗰度，但係佢冇入去，佢冇入去。然後西門彼得跟住又到啦，跟住跑到嚟，就入咗墳墓裏邊，入咗個墓穴裏邊，睇見細麻布喺嗰度，而見到耶穌嘅裹頭巾咧，就唔係同個細麻布擺埋一齊嘅，而喺另外一邊嗰度卷埋一齊。然後咧，嗰個先來嗰個門徒咧，即係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咧，又跟手咧入埋去，佢見到咧，佢就信了。但佢哋聖經呢度話即係話佢哋仲唔明白，佢哋當時都唔明白咩事個，唔明白耶穌所謂從死人中復活嘅意思。於是佢兩個就自己翻咗去屋企啊，翻咗佢哋嘅住處。係咪大家覺得即係有啲奇怪咧？其實唔係咁奇怪嘅啫，因為我就覺得咧係好正常嘅，即係我。作為一個男人，我真係覺得呢個係好正常嘅，一般男人嘅反應嘅。去到嗰度，有人話通風報信，話俾你聽，話俾你聽。於是咧，你炳白去睇下發生咩事咧，有咩狀況咧。去到嗰度，發覺冇嘢，冇嘢睇嘅，冇料到又冇事發生。翻屋企咯咁，一哄而散就係咁啦。即係男人就係咁啊！我想講下，即係見到，本來。即係有啲期望，有啲期待，有啲 expectation，佢以為有啲咩嘢咩事發生，去睇下啊，唔知係叫佢八下定咩，總之去睇下，但係發覺冇嘢，冇嘢睇，又不得要領咗，不得要領嘅，於是咧就一哄而散，翻屋企啦，翻屋企食飯啦，翻屋企瞓覺啦，翻屋企唔知咩啦咁樣。但係與此同時咧。啊！喺第11節嗰度，與此同時，瑪利亞咧就原來一路咧都喺墳墓外邊喊喎，企喺在站在墳墓外哭喎。第11節嗰度講嗱，喺我哋現在所用嘅通用嘅聖經嘅譯本裏邊咧，常常咧就呢度呢個路咧就將佢分咗段落，有一個咧標題擺咗落去，就類似譬如話耶穌向瑪利亞顯現咁，類似咁樣嘅嘢。咁咧就令到我哋咧覺得係前同後咧分開咗係兩樣嘢咧，但係其實嗰個敘事嗰件事情係一連貫落去噶嘛，即係兩個男人入咗去睇到，冇嘢睇，走咯，走咯。但係與此同時，鏡頭一轉，我哋就見到瑪利亞仍然一路都係企喺墳墓外邊咧，喺度喊。但係結果就係呢個一路企喺墳墓外面喊嘅瑪利亞，抹大拉的瑪利亞。佢俾佢首先睇到復活嘅，見到復活嘅主耶穌。但係有趣嘅就係佢見到佢都唔知喎，佢見到耶穌，耶穌見到耶穌之後，佢都仲以為係個園丁，以為佢係看或者負責看嗰個園嘅嗰個人。呢、這個就反映出其實佢唔係故意。即係唔係有一個期望會見到復活嘅主，或者見到一個所謂生勾勾嘅耶穌，佢冇呢個期望，冇呢個預計啊。咁但係即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另外嗰兩個門徒啊，即係彼得同埋即係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咧，佢人到咗又入埋去咯，入埋去裏邊，淨係見到啲細麻布，除此之外乜都見唔到喎，點解咧嚇？点解啊？系因为佢哋嘅观察唔够仔细啊，因为佢哋粗心大意啊，我唔知啊，真系系咩原因令到佢哋咧系入到去坟墓里边都见唔到咧？我嘅理解咧就系、是，其实耶稣基督系故意，佢故意冇俾呢两位入咗去坟墓里边嘅门徒见到，反为系俾嗰个。企喺門外，企喺墳墓外邊，喺度掛住喊嘅瑪利亞睇到，而瑪利亞唔認得佢，亦都唔出奇，因為佢其實佢唔係諗住會見到一個耶穌生勾勾企喺旁邊同佢企喺佢度旁邊度同佢講嘢噶嘛，而且佢分分鐘已經喊到 filifer 咧，即係淚眼分花咁樣咧，就即係蒙查查咁樣就睇唔真。你可以話，而我確實真係咁樣理解，耶穌基督係喺呢個位，佢係故意選擇咗首先向瑪利亞係亮相，復活咗嘅基督率先向瑪利亞
伏家亮相，只是给他一个人见到他。耶稣这个行动，即是他选择给玛利亚见到，而没有给彼得和另外的门徒见到他。同埋福音书咁样如实，即系约翰福音呢度咁样去记述佢，记述呢个耶稣系俾玛利亚见到，或者玛利亚系第一个见到佢嘅人，其实系好革命性嘅呢回事系，亦都应该话系可以话好颠覆性。佢颠覆咗咩嘢咧？佢就系颠覆咗当时女性喺第一世纪古犹太社会里边嗰个嘅性别定义。那個、性別定義和他們的固有的社會位置，因為什麼意思呢？因為這樣說，就是當時來說，在猶太人的社會裡面，女性，我們都知道女性的地位很低，女性怎樣怎樣，但是原來當時對於猶太人，在猶太那時候的文化裡面，女性根本是沒有資格做見證人的，女性的所作的見證是不被承認，是可以在一個合法和有理有力 的證據的，是不接受的。因為為什麼呢？就是說得俗一點，就是他們會說女人信不過的，女性是不可靠的，這樣而已，就是不可信的，沒有 credibility 的這個性別，當時來說是。於是，但是耶穌這樣是就是混混的，比佢有更加，比瑪利亞更加有 credibility， 更加有可信性嘅信，可信度更加高嘅男人，佢大把男嘅門徒，佢唔向佢哋顯現，唔選擇對佢哋顯現，用佢哋嚟作為佢已經復活嘅第一個嘅見證人，反為佢選擇一個喺當時嘅社會裏邊係冇資格為佢作見證嘅一個女子，一個女門徒，一個跟她關係很熟很密切的一位女門徒，她選擇了這樣做的時候，這個顛覆了女性的社會位置和性別定型，性別定型。如果我們看一看呢，即是我讀一讀給大家聽呢，即是一個同一段的嘢咧，喺《路加福音》嗰個記述咧，係咁樣講，就係講到嗰度咧，就唔係話咧，嗰度就唔係話咧，瑪利亞係唯一一個見到耶穌復活嘅人，仲有其他婦女嘅，但係全部都係女性，都係女性，有幾個女性一齊，其中包括咗抹大拉的瑪利亞。但係《路加福音》24:11-12係咁樣講。他们这些话，试图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即是啲女嘅门徒，啲妇女们去报信，话俾啲男性嘅门徒听，话佢哋见到复活咗嘅耶稣。啲试图以为佢系乱噏嘅，呢度仲要用到试图，即系话系高一等嘅嗰批，真更加核心嘅内围嘅嗰批人，核心中嘅核心嗰班门徒。試圖以為是胡言，覺得認為這班人是亂噏，於是就不信了。彼得呢就起來，就跑去墳墓那裡，就看過究竟，就俯身往內看，就看見細麻布，就回去了。他見到細麻布，他就走了，又是回去，同樣的技術，即同樣的意思。因為這裡路加還要加多一句注腳，就是說因为所发生的事而心里惊讶，即是他里面他自己 resolve 不到究竟现在发生什么事，很惊讶，很震惊，很震撼，就是这样。彼得就是很震撼，而且其他的使徒就不信，觉得这班女人在乱地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侧写，流露一些 的痕迹给我们旁证，或者说就俾我哋睇到，其實當時女性係一個以男性主導、男性完全為中心嘅社會文化裏邊，佢哋嘅社會位置係點樣？佢哋嘅被看待係被理解為係點樣？係冇可信性嘅咯，亂噏啊！女性喺當時嘅社會裏邊被視為次等嘅，亦都係唔能夠獨立自主嘅個體嚟嘅。這個可能其實跟我們漢人，就是我們漢人裡面所說的，我們經常說
即係在家從父、出家從父嗰種嘅歷史傳統，其實好接近、好相似。佢哋只能夠依附住同佢哋有關係嘅男性而生存。譬如細個嘅時候就即係依附住佢父親啦，啊長大咗出嫁嘅時候，佢就要從夫啦，就要依附住佢丈夫。大咧嚟，即係年紀到咁上下啦，啲即係兒女都大嘅時候，佢就要依附住、跟從住佢仔嚟到生活。呢、這個即係拆開少少旁枝，就係、是、亦都解釋咗點解大家都一定記得耶穌喺十字架上邊嘅時候，佢要將佢嘅媽媽交託俾佢嘅手足。嗰、那個佢所愛的那門徒，係嘛？記唔記得？琴日所讀嘅經文咧，就係、是、耶穌喺十字架上面望到自己嘅媽媽，佢就阿媽，你睇下我仔，你睇下你個仔啊，你睇下你個仔啊，你的看啊，你的兒子。然後又對那門徒講，對嗰個手足講話，看啊，你的媽媽，你的母親啊，就因為即係、就是、耶穌知道佢作為個仔，作為瑪利亞嘅長子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作為個長子，佢係有呢一份嘅責任。佢唔喺度嘅時候，佢媽媽係嗰個生活啊，一切咧喺個社會上面嘅位置咧，都係非常之大嘅困難。所以佢一定要交託阿媽媽俾一個佢信得過嘅可以交付嘅另外一個嘅男性，就係佢一個嘅弟兄，佢嘅門徒，佢嘅手足。你幫我看住阿媽，當佢係你自己媽媽一樣咁樣看待啊！看啊，你的母親。咁究竟嘅話説回來，我話係耶穌故意嘅，係上帝嘅安排嚟嘅。呢、這個直情係即係神嘅安排，神嘅心意係要揀選瑪利亞，抹大拉的瑪利亞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見證到耶穌復活嘅人。點解咧？點解係咩條件、咩因素促成瑪利亞率先係睇到呢一個復活嘅耶穌咧？或者屬靈一啲嚟講咧，我哋屬靈一啲嚟講，點解上帝會揀選瑪利亞成為呢個第一個見證人咧？咁樣啊，其實喺呢一度同埋喺約翰福音嘅其他嘅地方、之前嘅其他地方，甚至以及係其他各貫穿住幾卷福音書裏邊。我哋見到瑪利亞有幾方面嘅特質，有啲喺各卷福音書同埋約翰福音前面嘅敘述嗰度睇得到，有啲直情喺呢一段嘅敘述裏面，呢、這個墳墓前哭泣嘅敘述裏面，其實我哋都能夠感受得到。第一點就係佢對耶穌嘅嗰種好緊密嘅個人嘅關係。即英文話齋，英文所講佢有一種嘅 personal attachment， 係一種好強烈嘅 personal attachment。用而家即係慣常我哋喺香港成日用嘅講法就話，呢、這個門徒呢、這個女門徒好黐耶穌嘅，佢好黐耶穌嘅真係啊！佢對耶穌有一種非常強烈嘅 strong personal attachment 啊！呢、這個係一個 P 字，呢、這個 personal attachment， 即係同耶穌係緊緊嘅。連結埋一齊，你試想係有什麼人，有邊個會即係攞成公斤嘅拿達香膏，名貴嘅拿達香膏，金重嘅即係嘅香膏嚟到倒出嚟去抹耶穌嘅腳咧？正如我嗰日即係思考到呢段經文嘅時候，我都話佢唔係攞一樽仔嚟滴少少出嚟幫耶穌印下額頭，而係一公斤，唔係一公斤，一斤啊，一斤嘅香膏，值300個銀幣嚇，大半年嘅成，差唔多。如果你計埋有假期放嘅話，差唔多成年嘅工資嘅一個普通人嘅收入，就係咁倒咗出嚟為耶穌嘅緣故。無論係乜嘢原因，乜嘢嘢都好。他對耶穌那種的很強烈的 attachment， personal attachment， 是很厲害的。這個第二個，去到第二點，就是說，即從這一場的墳墓外的墳墓門口 的這個場面，我們都看得到，就是瑪利亞有一份的堅忍在那裡，有一份的堅持在那裡。这个第二个 P 就是 persistence，
瑪利亞有一種嘅 persistence，佢呢份 persistence 就令到佢即係話佢唔容易放棄，佢係都要揾翻耶穌嘅遺體。佢唔係諗住嚟做咩嘢，佢唔係諗住嚟要見到一個復活咗嘅耶穌。大家都冇呢一個嘅期望嘅當時，因為大家其實都唔明白，唔係咁明白，即係耶穌本來生前喺度講緊啲咩嘢。佢當佢見到園丁嘅時候，瑪利亞見到園丁嘅時候，佢都仲係請佢：你將個遺體攞翻出嚟啦，唔該啊！你擺咗佢喺邊？你話俾我聽，我去攞翻佢翻過嚟啊！但佢總之佢就係堅持，佢唔放棄，佢就一路守候喺嗰度。其他嗰兩個男人、嗰兩個門徒，冇嘢翻屋企。瑪利亞冇放棄到，瑪利亞堅持堅忍。呢個亦都繼續聯繫到佢嘅第三個嘅喺呢度睇到嘅第三個嘅特質，就係佢嗰份嘅單純，佢嗰份嘅純潔。第三個 P 嘅呢度係個 purity， 佢就係做咩事啫？佢其實佢就係想念耶穌啫嘛，佢想見翻耶穌啫嘛。即係我哋香港人有一句嘅話，我生要見人，死要見屍。他现在就是这样，他知道耶稣，他明明看着他在十字架上面断了气，亦都即埋葬了在坟墓里面封到实晒，是吧？所以他现在他是要见下耶稣的尸首，可能会再帮他做一些洁净的，或者我不知道，因为圣经其实没有讲到。他不是想着要有什么着数的嘛，有什么着数的，他毫无计算，毫无机心。他不是想着要得到什么赏赐啊，他也都没有想过其他人会怎么看他啊，其他人会看得他很威啊，定会看得他你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啊，不知道做什么想怎么啊，搏什么啊，没有啊，不是这些计算。而他只是一股很单纯的心，他就是挂住耶稣，就是想念耶稣，他想去见回耶稣，就算是一具已经冰冷的躯体，他都想去见他。呢一份單純嘅心，亦都調翻轉頭連結翻去我第一點講嘅第一個 P 嗰度，就係佢同耶穌嘅，佢對耶穌嗰份嘅 personal attachment， 嗰種嘅黏貼啊，嗰好黐耶穌啊，係好強烈啊。所以呢度呢一方面咧，你可以話，即係如果你係都要俾一個咧好玩嘢嘅題目嘅咧，你可以話我今日講嘅咧就係即係三 P 嘅。瑪利亞咁咯嚇，不過唔好搞啲咁核突嘢啦。但係除咗呢三樣之外，除咗呢三個 P， 佢嘅 purity， 佢嘅 personal attachment， 佢嘅 persistence 之外，更加重要嘅，我自己覺得係喺成個嘅社會文化脈絡裏邊顯得更加緊要嘅，就係正如我剛才先前所提過嘅，係因為佢係個女性嘅。是因為她是個女性的，什麼意思？意思就是說，在當時的，她沒有當時那個男性中心社會裏面那種男性的先天的必然的優勢，於是在先天的條件裏面，在整個社會的格局裏面，她必定是命定了她是弱勢的，所以上帝揀選她，所以上帝揀選她，她是上帝是故意這樣俾一個獨享嘅專享嘅優惠俾佢，俾佢一個優先見到復活嘅主，並且係為呢一件復活嘅奇蹟，呢、這個復活嘅大神蹟係作一個見證。呢、這個連帶到令我諗起就係話，即係我哋常常都以為啊，作為現代嘅基督徒，其實我哋常常都以為咧，上帝揀選某啲人咧，上帝睇重某啲人，或者調翻轉個主客位，某啲人咧好受上帝所重用咧，係因為佢哋咧有咩過人之處啊，佢哋有咩優越嘅條件、優厚嘅條件、特殊嘅背景等等等等。但係歷史告訴我們，聖經嘅敘事亦都告訴我們，事實往往係剛好相反。上帝往往都是揀選一些無權無勢的弱者，而且是那群自覺知道自己很弱勢的那群人，知道自己很軟弱的那群人。譬如耶穌的母親瑪利亞，我立時想到的就是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一個普普通的少女而已，未婚，上帝揀選她，
就係咁嘅樣咯，就懷咗懷有耶穌嘅胎啦，聖靈感孕啦，係咪？即係所以喺即係瑪利亞嘅尊主頌呢、這個又係路加福音嘅另外一卷福音書馬路加福音嗰度嘅尊主頌，原來上帝顧念侍女嘅卑微嘅瑪利亞所唱嘅尊主頌，佢紀念佢侍女嘅卑微，佢知道即係話佢知道佢自己係卑微嘅，佢自覺自己卑微，而神係顧念佢。而且是揀選他，是使用他，是透過他來到成就大事。另外一個，這幾天我們都經常見到很熟悉的人物，就是彼得。彼得呢，上一回，即是昨天我們才看到，不是昨天，前天讀的經文我們才看到他三次不認主，這個很出名的故事，連一些即不太熟悉不太認識基督教的朋友們都會聽過三次不認主這些這樣的事，是不是？彼得三次不認主，正如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時候所說，你不要以為彼得即有什麼那麼最大惡極，或者、哎、他真的渣了，為什麼會不肯認，為什麼會跟耶穌割席呢？我就說其实这个是人之常情的，跟你和我一样的性情，我们和他都是这样的性情，见到危难，见到危急关头的时候，当然是自己闪了先，世界上面大部分的人都会是这样的，闪了先，闪了先算，保护自己安全。所以彼得所做的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事，他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普通的软弱的男人， OK?亦都係一個從後面試圖行轉，我哋知道其實彼得都係一個相當怕事嘅、害怕大場面、害怕衝突嘅一個咁樣嘅人嚟嘅。佢同我哋同一性情，但係即係耶穌仍然係，縱然係佢嘅軟弱，縱使係有俾佢咁嘅樣係割席咗，連續割席三次，但係喺復活之後。去到約翰福音的結尾，我們就看到是吧，就是在海邊復活後的耶穌，在海邊的一個清晨，對彼得重新發出邀請，重新發出挑戰，你愛我嗎？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你牧養我的羊，你牧養我的小羊，三次挑戰他，邀請他，也都是重新去確定他， affirm 他。正如保罗所讲，上帝往往是拣选那些在世上愚拙的人，是使到有智慧的人羞愧。同样的道理一样的，就是上帝都拣选那些辅助、那些卑微的人，叫那些自以为强大、以为自己很掂的人是羞愧。或许的情况就好像我们现在面对这场的大瘟疫一样，有些人以为自己很强壮，以为自己是百毒不侵，又以为自己很好彩，没事，不会有事，以致他们就放低警觉，甚至毫无警觉，这样人家说不要做不要做那些事，他们照做，那就其实就很容易出事。有些国家一开始就说，哎，这件事可防可控的，我们 everything's under control， 没事的，可防可控，即是说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瘟疫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果严重爆发，受到重创。更多的国家是怎样呢？轻视这个疫情，觉得自己科技先进，觉得自己的人是优秀一点的，我们高人一等的，我们怎会轮到我们有事呢？这些是一些即是卫生条件不好的国家才会出事的嘛，警觉性低的国家才出事的嘛，医疗不发达的国家才会有事的嘛，我们不会有事的。结果又怎样呢？结果现在就是全球的乒乒白蓝的爆发咯，是吧？就是不分贫富，不分贵贱，就是无一国家来说差不多是无一幸免。反而是怎样呢？在这一场的瘟疫里面，反而一些自己很觉得自己小国寡民的那些的国家就知道危险，知道万一如果真的出事，出大件事的时候，我们是会应付不到的，我们是会崩溃的。所以他们一开始 day one 就开始高度戒备，
有啲咧就個政府去高度戒備，及實曬睇住曬啊，各樣嘅措施好嚴，做得好嚴密。譬如新加坡就係咁啦，一個小國。有啲咧就民間覺得政府嘅戒備唔足夠，哎呀，靠政府我哋唔掂啊，我哋自己民間自救啦咁啊。譬如香港就係咁樣啦，亦都有一啲地方，有啲嘅國家係政府同民間合拍個默契係。即係非常之緊密、好合拍嘅，一齊咧係官民一齊咧係高度戒備嘅。譬如台灣就係咁樣樣啦。結果係點樣？結果即係而家未到結果啦，但係起碼到到目前為止，直至到今時今日呢一刻為止，呢三個地方當然應該仲有其他地方，不過我淨係舉得出呢三度啦。個情況都唔係話真係好好，不過都還算可以啦。比起好多以為自己好得嘅。好強大、好先進嘅，唔會有事嘅國家，呢三個地方，呢三個小國寡民嘅地方，個情況真係相對地好好多。起碼各地嘅媒體、世界各地嘅媒體嘅評論，一想講到一啲嘅好嘅例子、成功抗疫嘅例子嘅時候，都經常引用呢三個地方作為佢哋嘅例子。各位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都是一樣的，如果我們覺得自己好掂，我們又怎會能夠容讓到上帝的工作呢？如果我們覺得自己好掂、好強大、好得的了，我搞得掂的時候，上帝又怎會有位置在我們的人生裡面，又怎會有位置在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的裡面呢？在經文的最後一句說話，瑪利亞講同啲其他嘅門徒講話，我已經看見了主。呢句嘢真係可圈可點。佢咁嘅講顯示到咩咧？顯示到佢自己其實有一個復活後嘅眼光。因為我昨晚所提嘅復活後嘅眼光，而家就喺瑪利亞身上，我哋見到出嚟。而彼得同埋另外一個佢兩位翻屋企瞓覺嘅門徒。在那一刻，起碼在那一刻，其實他們仍然生活在一個復活前的光景裡面。耶穌已經復活了，但他們都不知道什麼事，他們就沒事了，沒事回家睡覺了，都不知道什麼事。一個沒有資格，本來是沒有資格做見證的女子，對男性的門徒所作的見證完全顛覆了當時社會文化裏面的性別想像和定型。與此同時，復活的敘述，福音書裏面的復活的敘述，亦都顛覆了另外一樣嘢，就是顛覆了猶太領袖和羅馬總督比拉多兩者之間那種的政教的微妙的勾結。當他們以為一切都已經搞定了 close file 的時候，耶穌竟然彈翻出嚟。冇死到，有冇搞錯？釘十字架都唔死，匪夷所思，真係完全理解不能，係咪？呢個確實係一件咧理解不能嘅事件嚟。我諗起咧就係、今日啊，即係突然間諗翻起咧，我以前喺蘇格蘭進修嘅時候咧，有一次咧就上一個科叫做基督教倫理嘅科，咁係啲即係研究生討論嘅得。幾個人一齊咁樣，即係好多嘢講，大家即係狂睇書，然後咧掟出嚟講嗰啲研究生嘅課。咁啊，有一位咧，當時咧其中有一堂裏邊咧，有一位蘇格蘭嘅本地同學，當地嘅同學咧，就質疑個教授，就同佢講啊，講即係當時係討論緊一啲嘢，然後教授咧談到呢個基督嘅復活嘅。呢位蘇格蘭的同學咧，佢就神學生嚟啊，佢就質疑個教授：乜你而家信復活咩？咁、那個教授，我覺得當時嗰個語氣直情係省嘅，直情係省嗰位同學。佢話咩而家信啊？我不嬲都信，我一向都相信復活。佢話唔，佢話係佢講嘅，當然我翻譯咗做粵語啦。唔信復活，我教神學嚟做咩？讀神學嚟做咩？唔信復活，做基督徒嚟做咩啊？而家？確實是這樣樣，即復活的事件是基督信仰，我們的基督信仰裡面的核心，無論你是如何去解讀，如何去理解復活都好，
一定是有一件关于耶稣基督的很重大很翻天覆地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发生了，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而耶稣的复活所战胜的不单只是死亡，不单只是我们所想象那种的个人生命的终结那种的死亡，而是他所战胜的一切和生命敌对和生命对立的力量，是那些剥夺生命的瘟疫，是剥夺自由的极权，和剥夺尊严的压榨。耶稣都是战胜，而且已经战胜了这一切，透过他的复活。耶稣基督不单止是要做你个人的救主，不单止要做你个人生命的主宰，他要作主的，他要主宰的不但是你个人的生命，他是要使大地更新，要将地上的统治者赶出去。复活的眼光，复活后的眼光，这个 post-Easter perspective 告诉我们，任何暗黑的势力都终于要过去，都不会是长久，不会是永恒不变，永远停留在这里，终于会过去。虽然我们现在好像那个暗黑星期六难过的安息日的那班门徒的心情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身处的面对的这个黑暗的局面几时才能挨得过去，但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念，就是终于都是会过去。各位，连埋今日的时代经课的加料 Encore 这个延续篇，七次的时代经课逆中寻道终于都是完全结束了。那就在这里都要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参与和支持。在下个月呢，卖少少广告啦，俾我喺下个月咧，五月咧，我哋嘅时代学堂咧就会开一科，就神学早点，系星期一朝头早上堂嘅，星期一早上网上上课吓。呢、这个神学早点叫做摇身报事社会福音与今日香港。社会福音系大约一百年前曾经席卷全世界，令到好多人瞩目嘅，好多教会系瞩目嘅一场嘅信仰同埋神学嘅运动。但后来因为即系种种嘅缘故，其中今时今日，我相信香港唔系好多嘅信徒系知道咩为之社会福音，更加系冇听过咩摇身布施 （Ralph John Bush） 呢个人啊，系因为咩咧？主要系因为保守嘅教会啦，以保守信仰为主嘅教会咧，就将社会福音咧睇成一种嘅邪魔外道，睇成咧系异端邪说，所以咧就即系禁咗佢声咧，就大家就唔多讲，亦都遗忘咗。但系其实摇身布施同埋社会福音系咩一回事咧？系一件点样嘅面貌咧？同埋佢对今时今日嘅香港，特别我哋嘅香港嘅信徒嘅群体，面对香港嘅局面，面对住而家呢一个嘅时局嘅时候，究竟有咩嘅启迪，带嚟咩嘅亮光，俾我哋重新调教我哋嘅思考，调教我哋嘅信仰嘅角度咧，咁样啊，咁大家咧就可以上翻我哋时代论坛嘅 Facebook 啦，或者网站啦，或者我哋嘅印刷版嘅好靓嘅时代论坛印刷版啦，就睇下里边嘅宣传嘅广告嘅消息，咁就得噶啦。欢迎大家咧，希望咧到时咧都见到大家。是一起學習这个摇身布施社会福音与今日香港，我们继续學習怎样在一个复活后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生命，而不单止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怎样做一个作为社会一份子的这种的使命，还有那种的我们的集体的 social life。 多谢大家，迟些再会。